开箱是这个 Delay Master 5。哇，我们明明要买两个福袋啊，可能是一个袋子破掉了，或是怎样？那我们现在先来开这个。其实我们12月28号就订了，只是货运行的时候过年没有上班，所以我们只能等年过完，让它寄过来，我们才能开箱。结果已经这么久了，我们以前有看很多日本的 YouTuber 拍这个福袋，好像每一包里面好像都不一样哎。瞬间就想要买来看看看，可是货运行太慢了。本来想要1月1号开的，而且他把我的袋子用破了，只剩下里面东西，点没有福袋的 feel。那先开这个被拆开的都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摇滚的环保袋，这是一件妈妈的衣服。你们看，我可以穿哪个上大件哦？好了，婆婆要脱衣服。完毕，下一个，这是衣服哦。这是帽 T 的，帽子的我不喜欢穿，可以给妈咪穿。你比比看，刚刚。坐巾。民俗风的衣服，为什么都是这种衣服啊？都有可以穿的裙子。哎呀呀呀！我应该要套上衣服。好臭！哎呀呀呀！哎，这妞妞喜欢哎，这个。然后就会有人这样，就把背包吃掉。下一个。这大便吗？哇！什么东西耶？啊！啊！吃铁的！这大便现在把你留下，看在屁股里怎么弄？下一个，这个我也喜欢。还有还有，这是陈妞妞做过星球棒棒糖，没有看的人这两天就可以去看哦。他做的还雾雾的。那我们下一个，这是睫毛膏，一个粉色，一个蓝色。是放水壶用的背带，而且你们看它水壶这样子之后，它这也可以竖起来，还蛮方便的。这个有点小，这有可能放不下。保温保冷的，这是冰雪奇缘，很不错。下一个更不错，冰雪奇缘杯子还蛮漂亮的，很可爱，我喜欢。冰雪奇缘不大白，它是冰雪奇缘吧？哇，还附个小叉子，下面还有一层。最后一个就是这个。真的是饼干啊，你要下去吃饼干吗？我要吃盘子了。你可以帮章鱼烧咖喱肉，还有甜点，虾饼的味道，直接吃很好吃哦。再下来是这个，我先看里面的，这是什么啊？噔噔噔噔，接托门哥。是个洗衣袋的东西，好像是个寿司，会跑的 sushi 哦 ，sushi， 好，下一个，哦，又是文具，欢迎今天的推我，今天的我记得介绍是这个糖果机，现在摆开给你看喽，哇，没有糖果哎，没有糖果，糖果机，里面可以放这种豆豆。像这样它就出来了，可以从上面蒸。这个是 tent 飞原子，就是一个男生跟一个这个熊，哎 ，tiu， 就是这样子的两个人，然后那熊这样，然后一个人也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iu 的熊熊。下一个是 emo 子的软软，这是一个新的礼，哎，里面是大家喜欢的史莱姆。一颗星 TV every day， 笨笨 Hello YouTube， 这我也喜欢，很好捏，喜欢就放着。给你拿，下一个有点恐怖，我也不敢拿。三二，鬼，一只鬼。啊喜欢我 ，Anti Hero。
anti-hero be me anybody party I gonna be the anti-hero so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只鹿头我做了它全部都开完了 N 集真的好好笑这就是两个 Billy 搬福袋里的东西还有后面那个鹿头这个一个福袋要5400日币两个就是乘以二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划不好算。可是我觉得那个鹿还不错哦。我里面最喜欢有两个，哎，不是有三个，就是这个鹿，然后还有这个小黑软软，跟这个它的屁股好好玩。除了这个袋子，还有哎呀呀的一个洋装跟一个哎呀呀呀的裙子，其他我都喜欢。这个超好吃，很好玩哎！我明年要挑战，拜拜，我们今天拜拜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 Nuna TV 的人，拜托订阅我。还有按下小铃铛，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Nuna 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。Nuna还有。